被封为医界王阳明的赖鸿国医生，去年二月再婚，和爱妻 Alice 结婚，老婆在婚后生下一个孩子，夫妻俩迎来一家三口幸福生活。消息一出，受到各界祝福。不过他的妻子平时作风很低调，赖鸿国平时在社群平台也很少分享老婆的照片，如果晒出和对方的合照，也总是用可爱的图案遮住老婆的脸。不过他最近在 IG 发文写下“识货辣妈”一枚，并罕见晒出老婆的露脸照，成为大批网友关注的焦点。照片中的他身穿西装，亲密搂着老婆的腰，他的爱妻留着一头飘逸长发，不但五官非常精致甜美，而且身材相当好。他身穿紧身上衣搭配黑色短裙，完美胸型和纤细腰身相当吸睛。照片一出，令网友惊呼连连，大赞他的老婆好正，真的美到太夸张啦。